2023年，河内接待外国游客400万人次，增长26.7%；国内游客2000万人次，增长16.3%。从游客获取的旅游收入约达87.6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45.5%。河内市旅游部门以革新旅游宣传、推广和促进工作，推进人力资源培训工作，加大旅游管理领域数字化转型。2023年内，河内市旅游部门已推出许多体验文化旅游线路和产品，与夜间旅游相结合，充分开发传统文化价值。旅游局还推出15个具有吸引力、获得游客好评的夜间旅游产品。2024年，河内市力争接待游客265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0.4%，其中国际游客50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5%；国内游客2150万人次，增长7.5%。旅游收入达99.77万亿元，增长13.8%等的目标。